后，张莹莹面对汪小菲，张开双臂，垫着脚，调皮的撒娇求抱抱。汪小菲走上前迎接美女怀抱，俩人当街拥抱了好久，不舍分开。过了一会儿，张莹莹撒开手，但她其中一只手还挂在汪小菲的脖子上。大陆富商汪小菲去年恢复单身，跟26岁的大陆女星张莹莹频频传出绯闻，最近还被拍到街头拥抱的画面。网友们实在是太好奇了，直接到汪小菲的母亲张兰直播中询问。啊，咱不再问这些事儿好吗？您就问他把企业做得怎么样，好吗？哎，他是都什么叫配合不配？沾边都不能沾边，知道吗？臭虫一个，真是要一个好女人，有什么不敢公开的，宝贝儿？张兰表示别再问了，网友们雾里看花。因为张莹莹从2019年之后大家没看过她拍片，但是她跟汪小菲双方不承认恋情，现在张兰被问到反应也很大，母子之间的互动也引发外界讨论。本新闻综合报道。